看，迷你世界中的虚空幻影没有出来之前，天空是蓝的。当它出来以后，天空就变成了血红色，非常的恐怖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，虚空幻影现在就是最强的时候。错，它并不强，其实它的能量被人偷走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来过火山，击败过虚空幻影，那么请为自己的强大点一个赞。对了，小伙伴们，在评论区中发出666就可以解锁新特效哦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迷你世界中的虚空幻影它是有能量槽的，就在它的最中间，泛的是白光，并且虚空幻影它也是拥有能量槽的，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它的能量被人偷走了。那么究竟是被谁偷走了？我和学姐发现偷走它能量的这个人就是弥斯拉。在评论区中扣出6578，你将会知道为什么弥斯拉他要偷走虚空幻影的能量。被偷走能量的虚空幻影他非常的生气，他举起了自己的手臂要揍弥斯拉。所以说现在游戏中的虚空幻影他并不是最强的，因为他的能量被弥斯拉偷走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